个国家的王子来相亲了，他最喜欢长发飘飘的公主了。这个臭贝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精心地打扮了一番，就急匆匆地赶在了白雪的前面。他要来到这里收集嘟嘟的长头发，然后让王子喜欢他。太过分了，我是不会让你收集这些长头发的，你这个臭贝儿，我就让你绕着这些长头发，不让你收集一根长头发。马上到终点了，我再给你换上一个最难看的颜色。天哪，你看这个颜色也太土了吧，都土得掉渣。你们看这头发柴，臭贝儿，你还是快放弃吧，王子是不会喜欢你的。哇，现在该我们的白雪公主来了。白雪公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家都等你好久了。我呀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天哪，你们快看，我们的白雪公主她桌上这个花秋千也太美了，美得不要不要的呢。天哪天哪，你们快看，收集了这么多的长头发，她的头发现在已经这么长了。我的天哪，白雪公主，你那么温柔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善良，大家都喜欢你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马上到终点了，我们换上一个最美丽的粉粉的这个头发。哇，太漂亮了，白雪公主的头发是最长的啦，王子最喜欢你了，你就是整个国家最美丽的王妃。天哪，